咱台湾水沙林社区大学为地方出版真侪册，嘛予民众期待会当看到属于玻璃在地的册。即届水沙林社区大学伫潘基贤老师的传领之下，组成十人小组，透过研究玻璃在地的文史资料，并写一本《玻璃通》，希望会当予更加侪人来对玻璃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一摕到这本新出版的册籍，大家赶紧来甲现来看。这本册是由水沙林社区大学走读班的学员必须组成十人小组的模式，大家分工合作收集阅读跟玻璃相关的文献册籍，让新册内容更加丰富。在这过程中，其实真的是慢慢的去深入说了解说其实我们玻璃真的是一个不管是在人文啊、环境啊各方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故事。对，那真的就是越能去激发说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玻璃的美好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其实它就是一个简易版的玻璃政治，然后它呈现的方式就是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让所有阅读这本书的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都很容易把里面的内容记起来，然后更了解我们在地方的文史跟它的脉络。水沙林社区大学讲师潘桥表示，作为玻璃在地文书工作者以及社区大学采访班的老师，过去带领走读各县社出版真侪本册本，即摆终于是会当传领学员编写一本属于玻璃在地专册。我常常碰到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可以认识玻璃？要读什么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埔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只看一本书就可以全面认识埔里。所以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社区大学推动地方学这个计划，来出一本题库型的埔里志书，让更多埔里人只要看这本书就可以全面的来了解埔里。南投县的埔里镇出了这么一本埔里通，那埔里通会分为上下册，那我们非常期待，也非常感谢社区大学有这么一群非常优秀也非常认真投入的一个教师们，他们协助让我们的民众永远不会忘记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永远都为我们的民众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教育终身学习的一个资源。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们能够多多的来利用我们的社区大学。玻璃镇公所表示，期待玻璃通的下册会当赶紧来出版，安尼就会当予玻璃在地学生透过玻璃通这本册介绍，真紧来熟悉玻璃，进一步更加疼惜家己的故乡。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